山人海，啊，徛伫这舞台顶头看秀，满满是人就对啦。会当讲是咱成功的开始。所以今仔日的身体才甲大家恭喜哦，吼、哦！大家未来出去的道路是爱去车行就对。所以今仔日来到这时，甲大家恭喜以外时，竞选总部是你代表什么？代表大家是要拍赢你的五都选举这场的选战，对不对嘞？ Yeah！ 去年十二月初五，三合院选举都选完，这嘛就是今年面对就是五都啊，这院辖市的选举，所以直接进基台，咱大台南关区会当为咱台湾的时，将这场市长的选举甲摕落，安尼好啊，莫嘞？今仔日天气非常的好。我们赶来到这个所在，要为柯市长加油，这是为虾米？大家所知影的时阵，过去三年的时阵，我嘛曾经伫台南市做选过。我伫台南市的时阵，经过两次的位的选举，前前后后超过一年的时阵，我住伫台南市，所以我对台南市的时阵，兼菜至少嘛有了解。但是几年后的时阵，当我家己要选县长，还是当选县长了后，我去国去到台南市的时候，发觉到台南市已经无同款。台南市的时候街头换面，已经换到一个新的面貌，展现伫台南市民大家生活中间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柯天台咧做市长啦，对不对嘞？柯天台伫咧做市长，会当讲是婚姻观、观念，本来学习的对象。所以官委团队嘛西藏取经，嘛去到台南市取经，学真侪真侪物件出来。我感觉全台湾来讲的是，因为民主进步党的市长伫咧执政，所以予咱基层的力量、基层的土地，包括基层人民的生活，咱找到新一代台湾人大家共同的骄傲。我相信的是，伫咱台湾人的社会，自过去可点在这里位。甲来做对面的市场中间，咱的社会培养出柯天台这么好一个人才，这种的人才必然就是要咱来透过咱大家共同付出更大的责任甲任务，安尼好阿无嘞？我台南县市已经是新界，这新界的时候，让咱分林关感觉非常的新鲜。分林关总共73万的人口。但是大台南关市夹起了后生，是超过分林关的两倍外，啊，就是讲未来，什么人做着咱的市长，伊的责任拢非常的重大。178万的人口，后摆交代了这个市长来为咱换咱的升格式的市长这个市长，所以咱这个市政的市长要交什么人来讲，这当讲是非常的重要。我伫遮时。看到遐尼侪人伫柯天台竞选总部成立的时候，大家来到这个中间，这是一个真好开始。未来来讲，五都选举，大台南关系，大对阿姨啊，安尼好阿无嘞？台湾的民主政治拍拼到今仔日，我相信民进党展现出来，绝对甲国民党无同款。民进党的是人才真侪。但是，什么人会当来代表民进党参与这摆大台南关市升格市长的选举？这不是一个只蔡英文主席就可以决定。所以，民进党的选举，无论是大选，无论是党内初选，民进党展示出来，就是一个民主的进动。这民主的进动所选举出来的人才，这是要经过大家所共同推算。大家所管的人才，伊才当代表民进党出来参选。各位，一个民主的政党，未来咱来将市政国政交代予伊吃，这是咱台湾人共同的幸福。哎，透过民进党党内初选，啊，就是经过民意调查，决定着民进党的选择大台湾、大台南县市，是啥物人代表咱来参选这场的市长的选举？民进党是一个民主的政党，所以这么多人才的时候，在初选的过程，他必须将他的理念，必须将未来大台南县市要带向到一个方向，透过民意调查，然后给我们大家知道，给我们大家选择，
台中的选区的民宅会当来台会表达大家台会表达民进党出来拼一票，这个民意调查就是充分要将咱的民意透过民调来讲来展示出。我感觉这是对大台南关市每一个台中各界主人上较好机会，所以大家当去遐听看麦啊，大家来当详细去甲了解，过去听台中的所在人市长的时阵。 为台南市做什么款的事情，因为台南市做了什么好的生活，将台南市的事情画得这么好，这代表的是，伊是一个有能力，未来做一个升格直辖市的市长。所以民意调查，这是非常重要关键。今天基隆选总部成立，代表着讲咱民主的代表是对基层来，代表民主的代表，咱就是要尊重民意。 从今仔日每一个人来到这个所在，天气非常的好，代表着民主要开花结籽，就是对今仔日开始。所以，大台南县市所有的各界主人，大家都是有福气，大家拢会是幸福人民的一份子，请大家把握这个机会。台湾的民主政治向前进的推进的时阵，请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五都选举，五都选举的话。 爱将民主进步党将台湾的民主政治往前推进，好不好？五都选举我们绝对要赢，五都选举咱绝对袂使输。未来台湾的大方向，未来台湾人民到底要何去何从？未来台湾人的这个国家到底一定会是安怎？2012年总统的大选。 前哨战就是五都选举，所以拜托各位，多台南市各界主人五都选举，好好把握，许天才台南县市升格直辖市的市长候选人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大家收听转票，大家。